收听希望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新年快乐。我是班主任，我是主持人，每天都比较努力，在加油站面对生活的一切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